雅近日发行新专回归，因为恢复健康的饮食比以往看起来更有元气，让粉丝们都称赞泫雅再次回春像个小女孩。不过新专辑 Attitude 首周销售情况不乐观，统计数据公布后，网友们都不敢相信泫雅专辑销量这么低，第一天卖出约10000张，第二天骤降至2000张，第三、第四天卖出个位数，第五天卖出仅仅19张，第六天卖出近500张，极端的卖出数据引发网友们猜测泫雅粉丝流失销量不佳是因为与争议人物龙俊亨交往。不过粉丝们出来澄清，表示新专辑首周销量目前共13577张，比上张专辑首周10890张销量还来得更好，并没有销量减少的状况。泫雅的粉丝还是很支持他，这次新歌也很好听，期待泫雅的回归舞台。